大家好，我是欢子，现在在云南昭通火车站这里。今天晚上是要赶到回贵州了，已经出来差不多有一个月了。23:45的火车，到明天早上8:30到卡里。今天好不容易抢到票了，就抢到两张，就我跟我的摄影师一起回去了。还有半个小时要发车了，我们要赶紧去了。准备检票的等一下，我们两个不是一个车间的，然后晚上饿的话就给这个买了一点东西吃这个。明天早上下了火车之后，你要记得跟我往中间走，我们两个汇合之后再出站啊，别走丢了。要回家了，明天晚上就可以到家了，跟我爸妈还有弟弟他们一起吃饭。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烈雨。你在这个车厢，这个吃的是这一单子，晚上身份证还有手机钱包全要放好，别搞丢了。早上调好闹钟，别坐过头了。我在那边从8号车厢走到17号车厢了。哇，好多人坐火车。人心有多深不见底，灵魂在逃亡。要是今天没抢到票的话，可能全部蹲在那个车厢的一些头的一边蹲到天亮。下车喽，晚点一小时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别挂了，撑球。这个人拦在路中间要钱。哼，哼，安娜宝宝，我送他，快送。我给他大什么马面，他就怕。喂，妈攒这个是吧？哎妈呀妈呀，我日你妈该妈要等下等等下等等等等下。我日你抢妈哦！他是外地的。哦。终于回来了，这段时间也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来我们家玩，然后我就准备回来接待一下他们。这个月可能会在家里面拍一些家乡的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一路走来，在外面走千村万户也是非常辛苦，但是有大家的支持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。大家喜欢我就关注欢子 TV， 顺便点个赞吧，拜拜。哇，6-7个，又抓了100多条。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 TV。